歹势，种一下啊！进前住伫遮病人个啦。我嘛无清楚呢，我听讲已经转院啊，毋知影转去倒。是嘞啦，我阁有代志要无用，先去无用啊。多谢你。二叔，梁瑞安怎知影罗家峰有煞走？嘛，知影是你做的。不过这我事先有防备，才袂去和这背骨啊，弯头搞起出。二叔，万钧跟梁志豪嘛出来遮，因为袂把方向行过去啊。要清楚一点讲啥，那必要得开枪，免了惊魂何人？是，我知影。小宝，你在这？因为我真清楚，你嘛想要暗中调查，搞这种革命迄人的下落啊！我跟你同款啊。我嘛想要调查清楚伊的身份到底是啥，啊，不过既然已经煞走啊，我先去柜台问看卖。我就是感觉规件代志足奇怪，所以毋才当面问你，希望你会当清醒我些答。也毋过我也是相信。你就像像爸所讲的，本性是善良的。即马只是予一个歹物仔卡掉咧，毋才去影响着。所以我真正希望你会当坦白甲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好解答。静怡，我。一定是客户派人甲我定掉的，要用静怡来甲我威胁。不然破坏他的计划，不管怎样，我不然让客户伤害到静月。大叔，梁瑞安刚刚发现我，他现在用他的身体一直在保护万静月啊。你听我请教，瑞安若是讲到有关罗家峰身份任何一个字，你就直接开枪，一枪让他无命嘛不要紧。了解，小弟啊，我不是罗家峰，我是谁？我就是想要知道你是谁，而且我就想要知影，是安怎有人跟你生做这样惨像，迄个人又阁是虾米人？我嘛想要知影，是安怎我看到迄个人的笑的时阵，我感觉迄个人才是我真正熟悉的罗家峰。静月，你千万不能中迄个背后少年的计啊！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想要保护你安全。规定哦，我就是一定要查好清楚啦。我要知影迄个人到底是虾米人，啊，若无绝对无可能放弃。我开了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人刷走的。啊，所以这张线索搁断去啊。别紧啊，再搁偷偷找啦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定找到真相的。你讲这话，敢是真心的？是的，金玉。我拄只讲话受过气啦，我真正不是听干了恁受气的。既然志豪无问出什么结果，我看安尼啦，咱先离开这，再偷偷想办法，安尼好无？超强，你乃子离家乡去？你敢忍心放我一个人在这受苦？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，袂当放我活。安婷，这东西肯定拢是假。我是真的，请你赶紧用乌菜救我，安尼咱就会当做伙啊。总军跟阿妈爸讲过，心头的老爹被允许的我是英雄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楚强，你卖搁念啊！你家头就背后亏，你看我。这拢是假，这拢是假，袂当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楚强，我无骗你，我真正伫你个面头前，刚刚你无感受着。只要你去摕乌车来甲我救，我就会当甲过去同款，陪伫你个身躯边。我讲个拢是真实个，我无讲白贼。你答应我，你会去提乌车来跟我斗三工，好不好？假，这拢是假，这拢是假，你我骗去，那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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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弥陀佛。超强，你若是真是跟我当作是妖魔鬼怪，那你我就伤心啊！你不是讲你就思念我，你想要跟我苦苦长长，敢不是？乌车伫个地平阿姨家，迄是客平上要紧的物件。只要我会当摕到乌车，就会当将阿彪耽误花一条件，嘛会当甲伊发拍拉欠，袂参像即马安尼，甲你当互伊压力拍。那么早，超强！我不会跳，我不会跳！啊！都是假，都是假！我你喜欢怎啊？赖平齐顺顺呐？等会那家更啊？喜欢怎啊？那可能赢啊！你那消息啊？你是讲白莹莹哦？啊，不是贵姓就久啊？江超强，你是伫讲啥？啊，哪会提起白莹莹？我拄仔伫咧幻境内底，看莹莹甲我讲话。哪会安尼？敢是因为乌车？我就是无说你，你拍过乌车，才受到影响。阮阿妈阿爸甲我讲过，这乌车会令人弱点、危险、噩梦，还佫有惊呀。去影响人的心，我会看到因对成安尼，这些拢是假，拢是假。乌青真心遐尼厉害，阿妈有讲过，我保持理智。啊，不过靠我一个人，怎可能拼袂过？我，宋军，宋军，咱甲我斗相共着，去找宋军。你袂甲我讲清楚，乌青哪有这好讲啊？超强，你是安怎安尼？王公公，我拜托你，赶紧叫我，我拜托你。好，你先冷静下来，饮一杯茶才讲好不？来，张兄，我拜托你，你扛住，就我一天就好，好吧？一天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中军无安尼啊，两点钟，两点钟就好。我替恁出来静静的随行李，无法真正唔知要安怎。袂用的啦，金公司必须落去遮定锁啦。敢讲我一定活在放假的世界内底，佮继续安尼，我一定会气笑啦。中军，好啊啦，啊你莫甚物代志，我派人去边去想啦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就算乌色影响着你，也毋过嘛袂有我这力量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洗好掉。别再给他去做，讲的都很简单啊，我都照你讲的去做，一直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就无效啊。现在金公主无法度照顾我，无安尼啦，我跟你做伙到你家，安尼这后坐就无法度影响到我。袂用的，我搁要修炼，你住伫遐会影响到我。刚刚我就爱受着这后坐的控制。我讲讲，若是有时间，我会做甚物我家己后悔的代志啦。其实，
嘛是身办法拢无啦。身办法，你拄仔去台电，我请古老师兄陪你进座，我相信有神明的加持，一定有法度陪你度过乌色阴影。好，紧，你俩，你俩紧。原来乌色藏在将军家，太阴无在的时阵，我光阴也面也得到手，应该是这样、個。我是应该在里面。这什么情形？阿爸嘛耍袂叮当，是两条线呐。宝贝好生啊！经过遐尼久，你总算回来啊！爸，你愿意接受我啊？讲紧啊！你在外面流浪遐尼久，吃遐尼济苦，爸爸唔甘你都袂好啊！哪有可能无接受你？今个咱老家的做工做嘛禀报，讲你已经平安回来团圆啊，请因来当放心啊。丹姐，你不是真正罗家峰，你是假。我是罗家峰啊，应该讲，我就是罗家的后生。那你想怎？你要联手讲到啥？还买家峰，佮伊关起？我就是搞杀落水的，冒充我的身份，佮我关起来。有听到无？今麦家峰亲身出来自证，你就是骗子。我不是，我不是骗子。我也是受害者嘞！你真好大胆哦！你竟然敢伤害我家风，还假作死！你这个骗子，实在够可恶啊！我不是，我不是骗子，我有检查 DNA， 我真正是你的后生，你相信我吧？你无资格叫我爸啦！佮酷毙的半路水昏迷，一定是伊挑破你的情。你才对伊下手对无？我无害伊啊！这一切罪魁祸首是江道生，伊阿咱爸仔家起冲突，咱爸仔家相残，你千万中伊计啊！我真正是你后生，我无骗你啊！就算讲你是，唔该你也无感情啦！家父才是我上骄傲的后生。阿妈，你这个卑鄙的笨手，你一世人就无资格踏入阮罗家大门。阮罗家无你这款骗子，无你这款杀人的凶手啦！我离红世就敢那只是罗家峰一个人尔，也毋过你煞安尼伤害伊，甲阮阿母拆分开，我绝对袂原谅你啦。即卖我着要替阮家峰讨回公道。杜家的环境都参照超强讲的同款啊，乌车会影响到人心，利用人的弱点，让人惊吓。啊，不过我爸爬的所在，那也只不过听听安尼，这感觉袂是敢那真的。敢是环境？我是赶紧离开家。